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要你求这个户数的值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哈，我就把它给这个写成级式，这个长度多少？我可以抽出4来了，抽出4了哈，抽出4嘛， 4， 然后这是二分之一嘛，那减掉多少呢？二分之根号3啊，那它的五次方呢？这样子。好，那这样等于多少呢？这样的话，这个就是4的五次方嘛，它乘以多少？这个呢是等于多少呢？一的多少哈？那个，这个等于负多少？负60度了，负的三分之派嘛，的五次方。哦，3×5=15，那这个多少？这个2的10次方是1024的。1024哈，那一的多少？一的呢3/5π，那3/5πi 哈，因为周期哈是2π嘛，所以你再给它加个2π就变成3π，所以是3/5πi 啊。那这个是60度嘛，所以是1024乘以 cosine 哈，60度加 i sine 60度。那是二分之一嘛，所以是512，那再加多少？二分之根号3，512，根号3i啊，答案就这个。